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抱抱又来啦。这次呀，我进了小伙伴的地图。我这刚进来就被这么个黑不溜秋的玩意儿给追着打，真的是一头雾水呀。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个这么大的骷髅？哎呦，这个小黑是要做法放大招吗？哇，我还能跳这么高呀！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什么仇什么怨呀？刚进来就被这样一黑一白的给这样招呼我，这丝毫也打不过呀！趁小黑做法，我们还是赶紧跑吧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哎，终于是暂时安全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身炫酷装备，哈哈，这可是我自报家门时小伙伴给送的，哈嘿，关键时候还是要抱紧呆呆大腿呀。哎，我没看小伙伴给了我什么。哦，原来这个小白叫害羞的人。当有人看到他的脸时，他就会哭，还会把人杀掉。这怎么感觉有点杀人灭口的感觉呀？这整的好像把我搞死了就能否定自己长得丑的事实吗？这还有一个呢，这小黑叫一一，身高1.9米。我去，这小黑有这么高的吗？他认为人类带有一种瘟疫，会杀死这些人并对尸体进行手术。我的天哪，所以我刚刚是差点就被手术了是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是进到了另一位小伙伴的房间，这个小伙伴正在和这群僵尸进行激烈的战斗。不得不说，小伙伴对我还是非常好的，竟然给我加了那么厚的血量，我感觉这想死都死不了了呀。哎，这怎么还把我挤墙角里面群殴了呢？这就有点尴尬了，血厚也不带这样欺负人的。嘿，这楼上还有呢，小伙伴们平时都是这样练技术的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练练，这样以后要是出师了，我一定要去挑战一下呆呆。